连续通宵咗几晚，翻到屋企 ，Christy 以为终于可以清静休息一下。但系又被邻居吵到烦躁不安，令佢感到非常之困扰。错啦，系周末又话题，系我错，做太娱乐家。今朝人咁钟啊！系，唔好意思，咩事咧？可唔可以細聲少少？即係我知道你哋玩得好開心，但真係好嘈。哦，唔好意思，我哋會留意嘅，唔好意思啊。叫你哋靜啲啊，聽唔聽到啊？食完就執埋佢啦。哦。而家晏晝一點又唔係凌晨一點，頭咁鬼頭數食。係咯，你哋佢煩啊，冇人嚟搞，無聊。Melissa 发现垃圾房的门口被垃圾塞住了，开不到。原来是因为 Christy 的家最近在装修，经常将一些装修垃圾放在垃圾房里面。哭哭不敢，哎呀，走啦，迟啦，个垃圾房又塞住咗啦。咁你咪打落去管理处投诉啦，搵我做咩咧？好啦。喂，系啊，呢个十二楼咧，想反映一下咧，个垃圾房嗰度咧有个大型垃圾塞住咗咯。系啊系啊，又系咁啊。好像是装修垃圾来的。好啦，唔该你，拜拜。左邻右里出出入入，好容易就会见到，但是因为之前的小矛盾，令到 Melissa 和 Christy 互不理睬，见到面亦都当唔识，连招呼都唔打，令其他邻居亦都觉得好奇怪。早晨，早晨。唔該曬，早晨，早晨，哥哥影你嘅，我拍